SM 娱乐公司是花田，不管男团还女团，颜值都是妥妥的，各式各样的帅哥美女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型。一名曾经待过 SM 的表演导师在社群网站开启问答环节，粉丝们便好奇提问了许多和 SM 有关的问题，像是在 SM 工作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他回答，某一天 NCT 的录音日，公司门前有许多粉丝在等待自己的偶像，他那时刚好有事离开公司，一打开门时，所有粉丝同时抬头盯着他，大概过了2秒后，全部人又同时低头，让他感到印象深刻又好笑。而被问到见过的 SM 艺人之中，这人最好看的是谁，他一口气点名了伯贤、泰容、 Lucas、 Winter、 在明、泰明、泰在玄，大画风一转强调 SM 艺人的高颜值，大家都知道才对，一直写下去都要通宵了。粉丝看了表示，花田不愧是花田。还有人发现 Super M 成员就被点名了5位，果然是秀满 pick 没错啊。